TV， 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听好来学客家哦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要去的是客家庄，客家庄哪个客家庄呢？苗栗的三义，苗栗是徐薇老师的故乡哦。那附近有个三义非常有名，走这个中山高速公路过了苗栗以后呢，从三义交流道下来，到三义呢一定要看木雕，哇，那木雕的艺术品非常漂亮。像我爸爸很喜欢，从小呢就常常跟着爸爸到那附近去看很多的雕塑艺术品啊。那么三义的木雕呢，以水美街最出名，种类也最齐全喽。还有呢，那附近有像西湖度假村啦、观音寺的观音瀑布啦，所以大家可以安排周休二日的时候呢，两天一夜的家庭旅游呢，应该是一省七哟。一省七就是很有趣的意思。那么三义这个名字，客家话是说散茶。散茶，因为呢它附近有一条河流叫西湖溪，流到这个地方呢就呈现了三叉的状，那个叉就是叉子的叉，三叉，客家话叫散茶。那么古字就是用三叉这个字，后来又把叉改成了义，就是三义了，这样知道了吗？好，所以呢我们如果去三义就是散茶玩的时候，来讲些客家话。第一句，哇，三义的木雕世界有名哦。这句话来跟徐老师念，三彩雕刻世界有名，三彩雕刻世界有名，三叉的，听到了吗？三彩三叉，也就是我们说三义雕刻，这是雕刻，世界有名。再有一句好了，这个雕刻多少钱呢？亚扎雕刻一斗钱，亚扎这个雕刻一斗钱，教会了吗？接下来介绍英客喜相逢，我们要教拍马屁客家的话怎么说，叫做 talk in a silver talk talk 就是去捧的意思，手捧着，应该就是别人的 talk， 应该捧着别人的 sil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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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屁屁的意思，所以呢 talk in a silver 就是我们说拍马屁。英文怎么说呢？很像啊，英文叫做 brown nose， brown 就是咖啡色或棕色的。为什么是咖啡色棕色的 nose 鼻子呢？因为屁屁那个地方会有便便，便便通常是咖啡色的，所以呢你就是热脸贴冷屁股，鼻子就会有沾到便便了，所以英文叫 brown nose， talk in a silver， 会了吗？那就是拍马屁的意思咯。好，今天就学到这咯。接下来呢，嘴巴借徐老师开口跟我念，复习一下下咯。好，我要补充一句话，我们去三义玩好吗？跟我念好不好？来，俺来去散茶了好吗？俺来去散茶了好吗？再来，散茶雕刻世界有名哦，要在雕刻一斗钱哦，要在雕刻一斗钱哦，同应该师傅，先到这咯，爱之声。